这色儿是长的呀、啊？嗯。茄子，还有哪点、啊？在呀、啊。长的啊。这下得沾点小小点吧，这是茄子晒了一天，晒了这么大一点。哎，那边要弄那个茄子的一个做吃的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太热了，我回来家里面，今天差不多30度，热的受不了。现在在房顶上面凉一下风。今天拍30度没有，是吧？还是八九度拍应该。哎呀，是89度，那太热了、嗯、这些花都死了，开的比较好。我爸弄的这个好像是什么菜，再浇点水，行，需要浇点水，那太热了，是闷热，这里是。你从哪里摘来的？这都是我送来的。其实从生产盘，从生产盘去盘南桥了，去花。我买。拿去吃。拿去盘。嗯。从生黄黄盘，南桥了。在厂那么早放出来造声了，哎呦！原来我在上班那点摘的好巧的嘛，咋厂会放出来了？这是连连的啊，发火了。我说我在厂那块摘的，它多好巧！我收了多少年？那也不少。这是哪树？金香树。清香树不是金香树。清香树，清香树，原来还好的摘摘着，聋了。这两天闲坐着都是热，是闷热，太阳也没怎么出，还下雨，就是太热了。早上晚上睡觉的话，被子都不能盖。等一下洗个澡要去公司里面了，在家里面是太热了，回去公司我一个人住还比较凉快一点。今年天气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老是下雨而且还热，这两天更热。我发现我爸经常把这个酸菜鱼拿到来这里冰，你要沾点冰在一身，当天吃的酸菜鱼剩下的放在这里冰一下。Thank you.